这是我减肥期经常喝的一道汤，低卡又营养。双手打三个鸡蛋煎至两面金黄，盛出备用。下萝卜丝炒至断生，把鸡蛋、白萝卜丝放入砂锅中，加上自己晒的虾米和180度的开水，盖上盖子煮10分钟，最后下点枸杞、葱花，一点点盐调味即可。汤鲜浓白，低卡减肥，最适合小仙女了，收藏起来吧。